过分了，应该。啊，我被尾巴打了，求痊愈。不用不用痊愈了，不用痊愈了，我的 buff 要没了。中毒了，中毒了。过来加血吧。机器人中毒了。小心啊，跳！哎我操！哪过？吃那个血奇迹，吃下奇迹加点血。仇恨在我这儿了，在我病宁这儿了。刚才好像有跳的，好。啊，被吸引。又走了。那个马上快全屏了，然后一会儿全屏，那个谁录下像，就是也是以鬼魂的那身份，你就跟着跑就行了。还好，学者还能减伤，能减30%的伤害。操你妈！我吃药呢。哎呀，中毒了！是不是要跳了？哎呀，忘记我没看见，我跳早了。没换血的时候，他钻地就是要跳的。我刚才他钻，刚才他钻地，钻地的时候，哎，这是啥招？他钻地，然后看他跳到最高点的时候要跳一下，操我的仇恨了！那有血告诉我一下，自己过来吃。没看我打符号吗？没看到，哪里找得到你啊？我靠，我中毒了！哎，快奶一口，快快快！中毒了，求奶！完了，死了，毒死！中毒了！不要啊！你不要！人肉吗？地上人肉。我刚才去看怪了，没有空看人。求奶，求奶！我决定用火大了，我不敢用冰大了。别用冰大。是啊。啊！疼死我了！血吃血，冰凌。哦，这可能是叉三的新招，就是钻地。待会儿要集合的，准备来地图这边吧。剑神来，剑神就在你这块集合。哦，跟你走。妈呀！这边也行，打哪边在哪边。你们在哪边集合？谁打花？等让谁打花？这还是……啊，那个弓手打花，你们跟着就行了。跳跳，马上要了。来这儿，来这儿。
法师快过来，法师过旗帜了，法师过，你们都过旗帜了，从这个开始打，这个开始打，等会儿打，两秒就打，我来打，我来打，我来打，你打，打，下一个，稍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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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打打，下一个，打打打打，下一个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打打打，等着吧，哎，没问题，漂亮，先跳一下，继续打吧。啊！我去，20万，越来越疼了。冰凌这个是不是可以关了盾，旁边缓缓蓝？我也是这样。记得要冰爆，他吸人你，他把我们吸到中间，留冰球啊！跳跳跳！是，他现在应该现在会钻地了，他钻地之后，差点爆了，是不我要缓缓蓝，你们先慢慢磨一下，小心一点，不要太输出。你把奶棒插出来。他赶紧插，我马上就死了，随便碰一下就死了。一会儿他这会儿什么东西？小心啊！啊，剑神，你干嘛呀、啊？他越来越疼了，他伤攻击越来越高了。之前砸地是10万以下，第二管是15万，现在变成20万了。你怎么不用三角剑躲呢？卡了一下。我是忘记，我想告诉冰凌，这个他到底下去可以用冰刺一叉拖下来的，冰刺一叉加冰爆把它拖出来。哦，你说刚才是吧？就他钻下去，对，所有的技能都能拖断，就冰爆。那一会儿再试一下，一会儿冰凌试一下，他钻地那一刹那，你冰他爆他，直接从天上打下来。我尽力了，冰结不上。挺好的，花打的挺好。哎，钻地了，冰爆，冰爆，冰爆。没有冰呢。晚了，晚了，钻地那一下就要把冰刺用出来。他没有冰，他没冰上。冰刺不需要冰上，冰刺因为它是持续在冰冻状态。哎呀，又被，懂了。目前还可以打断，以后可能我正式服过一个月就不行了，或者是突然一下突然修改。这俩人打得好好艰辛啊！我操！哦，好累的，没有输出了。现在求痊愈，痊愈。现在毒是几万以下？哎，我操！死了，看见没有？这个打底很疼了，现在越来越疼了。他那个，他说最后一管是3倍伤害，那么可能现在就是2倍伤害了，已经3倍了，就比第一管打底疼多了。最后一管他会发怒，最后一管他会发怒。就是说，他越来越攻击越来越高，只要下了两叉就没有，就是说基本上就不能失误了呗，就不能中了。你中一下脆皮就差不多了呀，你没看见我刚26万血被一下做死了？你说这就不行，太疼了。我们。这个血还不够，他还不出那个吸人的那招。就是我想说，圣徒你能不坚持了吗？圣徒打不动了。我想今天晚上他可能会死，但是那个我们估计吧，一会儿你试一下毒吧，你看那个毒几万以下，你看毒的伤害增加了吗？反正打法是3万多以下。你去吃店那个毒，现在呢？伤害多少？走出来看每秒的伤害有没有变多。每秒还是3万还是几万？我靠，怎么这么多？几万以下呀、啊、他就中了9秒的毒，已经只剩这么点了。但是不可能1万的亲，至少是3万。亲，你都掉了半管血了，奶一下再加吧，再看看。看看你看看那个毒大概伤害增不增加。
这个血条完全没动好吗？动了好吗？跳跳跳跳跳跳。那是你死之前动的好吗？那是濒临死之前动了一下好吗？对，圣徒再测试一下盾挡能不能躲，盾挡能躲吗？刚才，盾挡刚才躲了。盾挡可以躲砸地。哦、嗯。那回避姿态什么的都能躲了。啊对对对。对，有效啊。那如果这样算的话，战神三十秒无敌这个可以用冲锋躲掉啊。那只有脆皮，就只有法师跟弓手了，实际上就只有法师最可。对，只有法师，不只有魔导，冰灵可以拿盾硬扛。哦，冰灵加了，嗯，可以带个35%的话，可以扛一下。没有魔导触发强力盾也好，就这招，找那个出口，我们看一下吧。嗯，没有找到出口。找不到出口在哪里？怎么？可以用冰挂打断，现在插二级。这个就是说，他在放这个的时候，随时都可以用冰爆打断，是吗？对对对，随时都可以。就是，你只要出这招了，大家。